点吧，海鲜一小锅。第一步，必须要有海鲜，是不是？来个龙虾。哟，八爪鱼。猫眼螺。海螺一小锅。来点香醋。料酒。稍微放点老抽，上色。哎呦，来点水。来都来了，给大哥点个双击，谢谢了，老铁。盖上锅盖，下个视频露的。海鲜一点锅熟了，老铁。来上一碗大米饭，上面肉，来点汤，太香了啊！来个海螺，搂它，呀，漂亮，不但摘掉，哎，干挤下来。来个巨型牙签挑海螺，哎呀，哦呦，漂不漂亮？搂它，这个苦胆拿下来，苦胆不能吃啊，这里是肝，把它挤出来，轻轻的一挤就出来了。太爽了，搂个海螺，哎呦，哇，哎呀，出来了，完美，搂它必须得来点辣椒油，漂亮。赶紧拿下来啊！一口，过瘾。来，老铁，爆头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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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打他怎么爆？是不是？头都爆了，是不是得给个双击啊？
个小龙虾。哎呀，好几天没吃龙虾了。开个龙头，嗯哼，带黄的，嗯哼，捞个鲍鱼，赌一赌。哎呀，喂，把这个屁股拿下来。咦，这个是牙齿，大肉。嗯，这个是不能吃的啊。咦，这个牙齿在这里，来个大蒜，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爆头露一个，嗯，哇，有黄有沫，有没有双击？